为了慰劳内政部空勤总队第九队及国家搜救队台东分队队员一年来的辛劳，二月七号晚间特别举办春节餐会。副县长张基特别代表县长黄坚庭感谢大家的付出与贡献。在特别感谢同仁的卓越的表现，那尤其是在我们元月六号的时候，空勤队跟特搜搜救分队接获海端乡山区的民众受困六天那由我们的空勤队我们的教官廖松德、林富忠、陈冠宏等三位组员搭配国搜的江义宏由董德两位弟兄的出群救援在天气非常恶劣的状况下都能完成任务。台东县这几年来在消防局及内政部空勤总队第九队及国家搜救队台东分队的努力下，各项灾害发生次数逐年下降，期盼大家能继续再接再厉。东南新闻文革台东市报道。